哦，热到要死，白龙雪来吃这全家铁观音，干那赞尔。哦，我来讲，我家己远大迄个嘉义哦，几啊间拢找我，今仔日走咧蒜头才吃哦。它吃起来啊，口感呢、啊、就是稍微苦苦的，不会很甜哦，最好吃。哦，呀，你干嘛吃？妹，来。不是骨头泥。嗯，好不好吃？那个粉丝贡的哟，刚好吃。好吃。哦，那种，那个啥，全家跟敌军的兵，我吃到尾啊，我感觉全部那个甜筒都跟铁观音这一支，我是觉得做的最成功。啊，其他的就是有的就是。太吃起来太腻了啊，那就加了刚刚好，不会很甜的、啊，哎呀、啊，哦，尤其你讲白龙雪拍迄种，迄、那个啥牛汤面的迄种冰啊冰料，哦，怎么看好冰啊有没冻唔掉啊？对啊，感觉哦，这种是苦苦的好吃，好吃啊，来比比用冰料来吃啊，啊，这个它好像是那个。季节限定商品啊，很奇怪，很多那个我们那边很多全家都没有卖这个口味，就觉得很奇怪、欸。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他就不卖。啊，那另外招一百斤了，我们卖完了，加多啊喝，你再去搬大杯哦。有可能他不知道有铁观音吧？会搬大杯啊，吼、哦。嗯。这间哦，恁公司的经理老看到这一支铁观音可以把它列入那个长期卖的那个。冰品，我是觉得这一支你们公司会赚钱，白龙血贡拢足准，哎呀、啊，哦，对啊，夏天有空就吃冰吧。好，记得那第二白龙血，第二就说拜拜。对，好，拜拜。